上帝应许拯救罪人，时候到了，基督降生，十架舍身流血赎罪，复活升天会再来临，救主基督信，必称为义，并认信他作己之主，便藉应许进入天国。神既信心，他必不失信，时候若到，他必阿伯拉罕终身相信，至死并坚守盼望。所以